我都想讲一下咧，广东歌啊，咁啊，如果你睇 Wikipedia 咧，特别系你嘅中文唔系太好咧，咁佢会有啲英文嘅介绍嘅吓。咁啊，如果你追溯历史，譬如1920年开始讲到呢样嘢，譬如有。上海開始個原唔係香港開始噶，啊2020年咁啊上海咗，其實可能係嗰、那個根係嗰陣時國語時代，佢拉譬如周旋嗰陣時啦嚇，跟住就可能開始普及咧，就係1960年代啦嚇，嗰陣時可能係譚炳文嗰啲九歡如夢嗰啲啦嚇，跟住咧開始係好，即係去到好攰嘅人口嘅，梗係講緊許冠傑啊嗰陣時啊，半斤八兩啊，鬼馬上身嗰啲，咁啊80年代就係所謂嘅譚梅章時代啦，譚詠麟。梅艷芳、張國榮嘅時代啦，